全能神话语朗诵，关于追求真理。什么是追求真理？八，人要想性情变化，要想达到蒙拯救，除了有心智以外，还得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心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从经验中得着实行的路。失败的时候不要消极气馁，更不要放弃。有一点收获的时候也不要自满自足。无论在什么事上失败了、软弱了，并不能决定你以后就不能蒙拯救了。你得明白神的心意，你得爬起来持守神的话，继续与撒旦败坏性情征战。首先必须看清楚从撒旦来的各种德行方面的要求说法对人追求真理的危害与拦阻，就是这些德行方面的说法一直在捆绑束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人的败坏性情，当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人接受真理、接受神的话，使人对真理产生怀疑、抵触。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就是其中一条。这条处世哲学在人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扎根了，人都会下意识地受这种思想观点的影响来看待人，来处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思想观点无形中把人败坏性情中的邪恶、诡诈，还有凶恶的性情加以粉饰掩盖，不但没解决败坏性情的问题，而且使人变得更狡猾、更诡诈了，使人的败坏性情更加重了。总之，传统文化这些德行的说法，这些处世哲学，除了对人的思想观点有影响以外，还对人的败坏性情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必须得认识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方面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对人所造成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刚才主要交通了与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到底是凭传统文化的说法观点来对待，还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真理原则来对待？到底是传统文化的观点能解决问题，还是神的话、真理能解决人的问题？把这些事看透了，人就会有正确的选择，就容易根据神话、真理来解决人与人的争执问题了。解决了这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条德行说法对人的思想造成的影响与束缚，起码让人的行为不受这种思想观点的影响，能从这个撒旦迷惑人的网罗里挣脱出来，能从神的话中得着真理，找到与人相处的真理原则，使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只要根据神的话语来解剖分辨传统文化的错误观点与撒旦哲学对人的捆绑束缚，就能使人明白真理，产生分辨，得以脱离撒旦的权势，从罪恶的捆绑中得着释放。这样，神的话语、真理就变成你的生命了，就取代了以撒旦哲学、以撒旦性情为实质的老旧生命了。那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虽然另外一个人还是你，但那是以神话语、以真理为生命的一个新人出现了。你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呢？愿意。还是做这样的人好，起码有快乐。你刚开始实行真理有难处、有拦阻、有痛苦，但你如果能寻求真理解决难处，直到在神的话里扎下根基了，就没有痛苦了，活着活着就轻松快乐起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那些反面的东西在你里面对你的影响与控制逐步的减轻了，随之进入你里面的神的话真理会越来越多，你心里对神的话、对真理的印象会越来越深刻，你寻求真理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敏锐。临到时，你里面的实行路途、实行方向与目标就越来越明确了。你里面征战时，正面的东西越来越占上风，你活着的快乐是不是就增多了？你从神得来的平安喜乐是不是就增多了？导致你活得烦恼、痛苦、忧郁、愤懑等等这些负面情绪的东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的话成了你的生命，给你带来的是希望、幸福、快乐、自由、释放，还有荣幸。这些正面的东西增多了，人就完全变化了。那个时候，你再感觉一下，再对比一下，这与你之前的那种活法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只有摆脱了撒旦的网罗、撒旦的败坏性情、撒旦的思想观点，以及属撒旦的看人看事、做人做事的各种方式、观点与哲学法则，这些东西都彻底脱去了，你会实行真理了，能根据神的话来看人看事、对待人、与人相处。在神的话里，你体尝到凭真理原则对待人真好，活得轻松快乐，这就得着了真正的幸福。今天交通解剖了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条德行的说法，对这句话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明白了？是。那神对人的要求，你们是不是也明白了？是。明白了之后，最终怎么落实到你们身上呢？就是在临到事的时候，先不要冲动，不要在传统文化里找根据，不要在社会潮流里找根据，也不要在社会舆论里找根据，当然更不要在法律条款里找根据，而是要在神的话里找根据。不管明白真理深浅，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你得看清，你是活在一个又邪恶又危险的人世间。如果不明白真理，只能随从社会潮流，被卷入罪恶的漩涡之中。所以，不管临到什么事，你首先该做到的是什么？首先要冷静下来，安静在神面前，多多地读神的话，就能心明眼亮，看清楚撒旦在迷惑败坏这个人类，神是来拯救这个人类脱离撒旦的权势。当然，这是最基本该学的功课。你要向神祷告，向神寻求真理，求神引导，
引导你能看到相应的神话，引导你得到相应的开启光照，让你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事的实质是什么，你应该怎样看待，应该怎样去处理，然后用神教导你的方式，神告诉给你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你应该完完全全依靠神，让神来主宰，让神来当家做主。安静下来之后，不是用自己的头脑琢磨采用什么手段方式，不是凭自己的经验，凭撒旦哲学与撒旦诡计做什么事，而是等待神的开启，等待神话语的引导。你要做的是放下你的己意，放下你的思想观点，虔诚地来到神面前，聆听神告诉给你的话，告诉给你的真理，还有神指示给你的教导，然后还要安静下来，仔细揣摩，反复导读神教导给你的话，明白神到底要让你做什么，你该怎么做。你能清楚地知道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的教导是什么了，那你首先就应该感谢神摆设了这样的环境，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去验证落实活出神的话，让神的话在你心里成为生命，让你的活出能够见证神的话是真理。当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中间还有很多坎坎坷坷、艰难困苦，还有一些征战，还有一些来自不同人的说法言论。但只要你确定神的话对这类问题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你明白的，你所遵行的是神的教导，那你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实行，不应该受环境、受任何人事物影响，应该站住自己的立场。坚持真理原则，这不是狂妄，不是自恃。你明白了神的话，能以神的话为根据，看人看事，做人做事，你能够坚持原则，始终不改变，这是实行真理，这才是实行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所应该具备的一种态度、一种心智。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方面的问题交通的差不多了。你们认识这类问题还有没有难度了？通过今天这么交通解剖，对传统文化中德行方面的这个说法，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是。在有了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还能不能把它当成真理，当成正面事物了？也可能在人的内心深处，在人的潜意识里，这个东西对人的影响还存在。但是通过今天这么交通，在人的思想意识里已经放弃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条德行说法了。那接下来你在与人相处中，还能遵循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话吗？在临到人与人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什么？首先应该放弃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条撒旦哲学，应该安静地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真理，在神的话里找到该实行的真理原则。如果不交通这些，
你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按着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条道德准则来看人看事、做人做事。当揭露了这个问题以后，再临到这类事的时候，你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受这种思想观点的影响，就是你的思想观点里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那时你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原来自己受这种思想观点影响的事有很多，就是在很多环境里，在很多事发生的时候，你还是受这种思想观点影响。这种思想观点已经在你心灵深处扎根了，还在主导着你的言行，主导着你的思想。如果你没有这个发现，你也不去注意，不去追究这个问题，你肯定认识不到，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受这个思想观点的影响。当你真正去追究求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心里还常常有传统文化的毒素流露出来。你不是没有，只是之前你没有认真对待，或者根本就没认识到传统文化这些说法的实质到底是什么。那应该怎么做才能认识到自己思想深处的这类问题呢？你们得学会揣摩，学会思考。揣摩与思考是什么方式呢？这两个词听起来很简单，那该怎么理解这两个词呢？比如，你给一些考察真道的人传福音、见证神，刚开始谈的时候，人还愿意听，但交通了一些话后，有的人就不愿意听了。这时你就得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交通的不太针对他们的观念问题，还是我没把真理交通明白透亮，或者他们听到什么谣言谬论受搅扰了？为什么有些人不继续考察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在揣摩呀？这就是在考虑这件事，方方面面都在考虑的范围，一个小细节都不落下。你考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源与实质，然后达到解决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你怎么思考也找不到答案，就应该找明白真理的人寻求，看看他们是怎么传福音、见证神的，他们是怎么摸准考察之人的主要观念，然后针对问题，根据神的话交通真理解决的。这是不是就开始行动了？思考这是第一步，行动这是第二步。行动就是为了验证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是否准确，是否有偏差。等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这就开始印证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是对还是错了。然后就按着所印证的问题开始着手解决。比如考察真道的人听到谣言谬论产生观念了，那就针对他们的观念给他们读神的话，把真理交通明白，把他们的观念彻底解剖透、解决掉，消除他们心中的拦阻，他们就愿意继续考察了。这是不是开始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思考问题、揣摩问题，
把问题的实质根源在心里琢磨透，得到印证了，然后就开始根据神的话解决问题。最后问题得到解决了，这就达到目的了。那类似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一类德行的说法，在你们的思想观点里到底还存不存在？存在。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平时每件事临到就得思考，这是关键的步骤。先回想回想之前自己临到这类事的时候都是怎么表现的，思想里有没有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类东西在支配自己？受这些东西支配之后，有哪些存心，都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有哪些举动，有哪些行为？当你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时就应该寻求真理与人交通，根据相关的神话语来解决这些问题，争取在现实生活中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倡导的那些错误观点，然后以神的话、以真理为原则来与人相处，按真理原则来对待人事物。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路途，就是根据神的话来解剖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观点说法，再根据人类持守这些错误观点产生的后果，就能把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正面事物、是不是正确的彻底看透了，就会看清楚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只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采取的一种圆滑的处事手段，但是人的本性实质没有变化，人还能相处长远吗？早晚都得崩裂。所以在人世间没有真正的朋友，能简单的维护肉体之间的关系就不错了。如果人有点良心、理智、心地善良，还能与人维持点表面关系，不致崩裂。如果人性邪恶、阴险、恶毒，那就跟任何人都没法交往，只能互相利用了。把这些事看透之后，就是看透人的本性实质之后，人跟人相处该采用什么方式就能基本确定了，就能达到准确无误、合乎真理了。现在神选民经历神的审判刑罚，对人性的实质都能看透一些了，这样在人与人相处上，也就是正常人际关系上，都能看见做诚实人的重要性，都能看见凭神的话对待人、凭真理对待人是最高的原则，是最智慧的方式，永远不会给人带来烦恼痛苦。但人在经历神的话、实行真理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心灵里的征战，就是败坏性情会时常出来搅扰，会拦阻人实行真理。人的那些败坏性情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思想、情绪与观点，总会不同程度地阻挠你实行真理、实行神的话。当他阻挠你的时候，你实行真理无形中就会面临很多干扰拦阻。这些拦阻出现的时候，你就不再像现在一样说实行真理容易了，就不会说得这么轻松了。那时候你会痛苦难受，
你会吃不好睡不好，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信神太难了，想放弃。我相信很多人为了实行真理进入实际都受了许多苦，也不知临到多少次修理对付，心里产生多少次征战，流了多少眼泪，是吧？受这些痛苦都是必要的过程，每个人无一例外的都要受这个苦。律法时代，大卫犯了一个错，后来向神悔改认罪，他哭到什么程度了？原话是怎么形容的？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能把床榻给飘起来，那得流多少眼泪呀？这就说明当时他心里的懊悔痛苦有多大有多深。你们流过那么多眼泪吗？你们流的眼泪连他的1%都没有，可见你们对败坏性情、对肉体、对过犯恨恶的程度远远不够，你们实行真理的心智毅力远远不够，还没有达标，远远没有达到彼得、大卫的程度。好了，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